右肩膀，右，对，右肩胛骨，右肩胛骨痛，右肩胛骨痛，我看到一根绳子绑在我这里，一根绳子绑在我这里，一大帮的人呢，在拉着我往后拉呀，再往后拉，一大帮的人在往后拉呀，一大帮的人在往后拉呀，他们坚信的啊，他们很自信的啊，自信。自信的脑袋上的党的理论呐、党的观念、党的话啊，认为我这个是，归到封建迷信里边，他在时间的半后拉呀，时间的半后拉呀，我在艰难的前行呢、艰难的前行呢，他无论怎么拉，我还一直前行呢，他们在半后拉，我在前行，我在半后拉。他们在拉，我在前行呢。这个时候，外星人终于看到了我被他们拉到，绝地了啊！绝地了！正在这个时候，外星人准备想把我推的时候，我说不是推，现在关键不是推，而是把他们给干掉啊！他们不拉我，我就很容易的前进。他们如拉着我，你即使顶着我，我也很艰难的。往前进的时候很艰难，外星听明白了，咔嚓一下子先把绳子给砍了啊，把他们的绳子给砍了，绳子给砍了啊，然后我赶紧往前继续往前进，我继续往前进，外星在收拾这帮子王八蛋啊，收拾这帮子王八蛋啊，剩下绳子勾起啊，一个一个把他们打残了再说先，先把他们脑残。脑残的脑袋里的脑残的东西先打晕掉了再说啊，好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再见，再见。